中国梦元素融入到小商品的设计中，浙江义乌开展的遥想波浪鼓同源中国梦工程，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内外。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家雨伞店铺，店主张吉英告诉我们，自从去年他们的企业拿到了国家有关部门授权的中国梦图案商标后，印有中国梦图案的雨伞帮他们打开了销路。每天可能销售个两三千只都会有，光这些系列的张吉英每天要接待十多批国内外客户，他们的雨伞出口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不仅是雨伞，在义乌国际商贸城，从书包、本子到玩具、茶杯，印有中国梦图案的商品都成为提高销量的主力军。一年多来，全国已有137家企业获得中国梦主题商品的生产授权许可，商品销售超过1000万件。对中国梦这一块，产品开发呢，我们是会持续推进，提升我们中国梦商品的外观品质，更适合市场以及消费者的需要。